我靠，这只兔子的屎好大哎！这只兔子估计有四五斤。你看，昨晚上拿的屎，那里也有几个。这头牛断了尾巴，赶苍蝇的话不怎么好赶啊。看着牛吃草，主人解压，大口大口的吃。野外放牛最后一天，捡东西收拾回高老庄啊，这边都快播种了啊，然后这个牛哥踩到这个田埂会挨骂，今天准备打包回家，回高老庄。把这个食草收拾拿回家。那个在外面奋战了有一个月吧，一个多月，一个多月是吧？今天这个是一个结束的日期，收拾东西，回牛棚，锅碗瓢盆啊，全部打回去。不过你看现在走的时候还有点挺怀念的。要不你别走了，叫石头你们俩过来找看。走，收拾家伙。收了。才发现这娘们还提了一壶这个陈酿酒在这里啊，还挺不享受的。日子过得潇洒，这大家放牛啊，简直出来旅游的。哎，这个三江姐的房子这个水是你的吗？这你老婆的。有装没装，一车满满的哦。走了。他们两个赶牛去了。现在回来了，他们两个还在后面赶牛啊。你看，这场地也可以吃一下午啊。把门打开，一个月没见啊，你看看这个草长得好高啊。下次我们还去先到牛棚待一段时间吧，把地里的黄草也可以吃这个半个月左右啊，现在很嫩，割一下，割一批吃完，然后再找去找一块场地。但是有一个人说有一个场地四五百亩，下次带我去看一下，等一下下次联系一下他。他有四五百亩，去那边养，住在那边那就舒服。哎，牛回来，回来了，哼，不认识了，乱跑。来，回家了。回家，回家。没打鞭炮啊？啊？放个鞭炮。等一下下了乱跑就完蛋了，放鞭炮。李子熟了，我靠。李子都熟了，你看。
这个李子，今年没有那个藤子在上面啊，好的藤，没打农药的，纯天然的，尝一个，三八斤。这小牛坐在那草中间，小牛都看不到啊。要么怎么做它天天好一点的？好了，牛回来了，今天就到这，下午割车草。